你早，我们环球邮报的读者们、新会员们，大家早安。社长在这边报告新会员参加的办法啊。中山将军刚刚过圣诞千秋啊，这个新会员的参加办法啊，我们老会员是收2000块钱的押金，还有2000块钱的吃红费用啊，一直到年底前是这样收费。新会员是1000块钱押金，1000块钱的会费，只限一次啊，听清楚了。只有一次给你机会，1000块钱的押金啊！因为最近这段时间，我们到年底前，我们一个礼拜都会中2-3次的奖啊！一个礼拜都中2-3次的奖，该凹的时候我会通知你凹，然后你会赚很多的钱。好，这就是社长的报告，新会员参加的办法啊！老会员一样也是就是。大家都了解了，新会员就是押金1000，吃红1000，只有一次机会啊。